是我们目前台湾全省唯一的仓底石。为什么含玉器呢？我们也除了反映金榜谷啊，它含玉四级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三线礼，是我们客家特有的这个一个礼俗。要参加考试的时候，几乎都会到我们内部的仓底石来向我们的韩文公祭拜。